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评测的是来自 Gibson 的 50S LG 杠2。50S 的意思呢，就是指1950，它实际上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款式。我们知道 Gibson 有四大琴型 SJ200， 它的尺寸最大，那么中间呢还有凤鸟和 J45， 还有一个比较小巧的身体修长的叫 L-00。 像 LG 二这个款式呢，一般是不作为这个标准版，它通常是做的叫红标限量版。那么这个筒型呢，实际上也就是 Gibson 的木吉他里面最小的那个型号，它的总长呢只有99厘米，换算下来差不多在39英寸左右。那么虽然它的尺寸比较小，但是它的有效弦长呢和 J45、蜂鸟和 L-00 都一样，都是628毫米左右。下面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它的配置。首先它的颜色呢，采用的叫 Vintage Sunburst 太阳渐变色，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 Seedcar Spruce 西迪卡的云杉单板。那么音量结构呢，采用的是手工削切的传统的 X 型音量结构。那么它的琴体和琴颈呢，都是采用的亮光的削机油漆，包边呢是这种复古式的奶黄色的包边，它的背侧板和琴颈呢都是采用的 Mahogany 桃花心木。那卷弦器呢，则是采用的 Deluxe 豪华版的这种复古的全封闭的卷弦器。那它的上下弦枕呢，都是采用的骨质 Burm， 它的上弦枕的宽度呢为 43.8 毫米左右，和我们常见的 GO200 蜂鸟 J45-00 实际上它的宽度都一样，那上下弦枕之间的距离呢为628毫米，短的一条弦长呢弹起来会更加的舒适。纸板和琴码呢都是长的 Megum Rosewood， 同时这支琴呢它也是一个电箱版本，在音孔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音量开关和音调开关，它是采用的 LR Bax 的 VTC 拾音器，红灰色的护板。那整个琴呢握持在手里呢比较轻巧，那同时呢这个琴的上市售价2022年在21500左右，配一个非常漂亮的豪华琴箱。 LG 杠2，我们来听听它的声音吧。